考特编虾皮小编，今天带着阿姨还有妈妈挑战鸿门家宴。这是什么东西？对，这是烧酒鸡的药材包。他想把米酒通通倒下去。嗯，它是泡中药材，对不对？对。哎呦，已经开始姜啊，鸡肉翻炒啊这样。有请考特编一家接受点评。口味没问题的。嗯，那个汤头非常简单。